在我看来啥用呢？不结婚不生孩子，以后连纸都没人给你烧。提过你妈去，我提前兑换出来不行吗？一点不吹牛逼的说，我就随便一张银行卡，那到下边不都属于一个小目标啊？可不敢胡说。但是那我下去之前，那你早就下去了，我下去我接着啃老就完了呗。哎，那个真孝心，还下去还啃我？妈呀，那不啃你？那我前男友说了啊，说他这辈子欠我的，下辈子加倍还我，花不了，根本就花不了。你没事吧？还有当初那些背叛我的人，对不？说下辈子当牛做马都要报答我的，那我下去之前我就给这帮牛马套上呗，先开荒两亩地我也够吃的。嗯，够吃，行。哎呀，那以前找对象吧，就像买车。是吧，新的二手的都有，贵的便宜的都有。那现在呢，找对象就像找停车位似的，能找着一个那就不错了，你别计较上一个停的是谁了。咦，这么深奥的吗？为什么现在离的那么多？父母那个时候的爱情多纯粹啊。纯粹，那纯粹是一个人养活你费劲了，完一瞅都老么咔哧眼的，也没必要离了，就那么地对付过了，真的是。以前的爱情吧，也属于是计划经济，说白了啥呢，俩人在一起吧，能降低生活的成本，男主外女主内嘛，对不对？我反倒觉得现在女性独立自主了之后，我们这一代人啊，才是更加追求爱情的那一代。双向奔赴，双向赋能啊。那是多项奔赴，在这方面你就没办法跟我干了啊！我处过的对象比你吃过的盐都多。那是了，真的是丘比特给你脑瓜顶射箭都射得肌肉拉伤。那你开了大 G， 你不也是为了装奔赴吗？你，我那是为了省钱。你没事吧？我要是我要不开好车，我出门打车或者说是我坐地铁的话，我就背着包，人是不会觉得我背着包是假的。那你说我要是开个好车的话，我就算我背个1000块钱的包，别人是不是会觉得这包上万？哦，哎，有道理啊。哎，别人一看你开那么好车，你这包肯定不是假的。对呀、啊，你看多省钱。说的对。那你要这么说，那你为啥要不要买车要买房呢？贬值的，但是他房子就不一样，房子升值。再一个，你看啊，你看你有钱，你不买房子，你存银行，房东上银行贷款付首付买了房子，然后之后呢，把房子租给你，你月月交房租帮房东还贷呀。对哈。所以说一定得买房，你有钱必须得买房子，而且你买了房子之后吧，你看你到时候你再找个女朋友。你俩得有地方住吧，你就跟你女朋友说，你说这房子是租的，在创业阶段都不容易，年轻人说不定他还能帮你这交那个一半的房租呢。你看你这房贷怎么就出来了？我牛。不对，那我这不成骗人成渣男了吗？那是前边，那你也是处，你看你俩要是处好了，对不？你就跟他说，你说亲爱的，咱们结婚吧，我想给你个家，我把这房子买下来了，你看他多感动。哎呀，我，对吧？你就算是你俩处不好了，你最后分了，你最次的结局他还帮你还一阵子房贷呢，你看咋样？停留下来，咦，卷走着尘埃，这么痴迷吗？啥新出？这首歌不是新出的，这首歌跟《最炫民族风》是一起出的。但是你知道为啥这首歌当初没有《最炫民族风》那么火？因为《最炫民族风》是踩在你心脏节奏上的音乐。什么叫踩在你心脏节奏上的音乐？我前两天看网上说的，就假设你这种你昏迷了，你需要抢救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医生不有那个按压吗？你知道吧？急救啊，什么人工呼吸啥的。完，这个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他按压应该怎么按哈、啊，就是这么按的，你瞅着。来吧，展示。苍茫的天涯是我的海呀，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。就是每一个重音就是，明白不？就是这叫踩在你心脏节拍上的音乐啊、哦，所以说能火遍江南海北，明白不？王传奇追起来。你知道吗？他值得你追。你想想，这么多年你喜欢的明星挨个塌房，你妈喜欢的明星再创辉煌，有道理。而且没发现特别神奇吗？就是凤凰传奇的歌，你可能从来没细听过他，但是只要在 KTV 里，
只要你拿起麦克风，无论谁点了，你都能朗朗上口。啊、哦，可神奇了。你吧，就是太矮了点。啊？我1.68米还矮呀？我想找个1.7米以上的。你没事吧？不是，你也不高啊。就是因为我不高，所以我想找个高一点的呗，给我改良一下基因呗。我的妈呀，改良基因，就咱这糟粕的基因还有改良的必要吗？种子不行赖土地了。那我想找个高的另一半搀扶我到老，没毛病吧？没毛病，那真搀扶到老，就真的就你这身高跟我在一起，不知道的寻思我拄了个拐棍呢。下拐。下一个吧，你就是发际线有点秃。啊！你毛多啊，猴见着你都得叫大哥。一身护心毛，那蚊子要想叮你的话都属于高空作业了。不是，你到底是来相亲了还是来找茬来了？哎，你看你项链戴的都是钻石的，听说年薪10几万呢。澄清一下，这不是钻石，这是刚从德物上买的四叶草的项链啊、嗯、看这四叶草闪闪的特别好看，而且这个吊坠还是能打开的，合上之后呢就是四叶草，代表着幸福顺水，打开呢就是四颗爱心锁五链了，一款两种戴法，而且就是到手才100多块钱。那才100多块钱，我才不信呢。你得接触新鲜事物啊，我这项链在德物顶上品牌直发证明有保障，而且现在还包邮呢，送人自助啥多合适。那怎么买呀、啊、这点我评论区还能抽1000块钱无门槛优惠券呢。会赚钱还不乱花，不错啊，弥补了你身高不足的缺陷。那你用什么弥补你那213脑瓜的缺陷呢？我们还是不太合适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都这个年纪了还这么挑、啊、嘿妈呀，你都这个年纪了你还没挑着呢。哎呦我的妈，条件那么差，把他要求还那么高，嫁到你们家跟被拐卖了有什么区别呀？祝你生活愉快，再见。臭不要脸。你要中500万你怎么花？怎么花？我不够花啊。为啥呀？贷款呢，我贷款，我还贷款呢。那剩下的呢？剩下的慢慢还呗。哎，如果你中500万啊，你得交20%个人所得税呢，那到手就400万了呗。然后你是不是得买房买车呀？那必须的。对呀、啊，你喜欢多大房子？怎么也得31厅吧。车呢？那至少得5系啊。你看，那不就完了吗？你不离开杭州了吧？嗯。啊，那你就算杭州31厅的房子，你就按120平算，均价40000块一平的话。600多，5系差不多配置的落地得50多个了吧？嗯，这就650万了。你只有400万，那你不得上银行去贷款贷250？那我还倒欠银行250万啊？对呀、啊，然后以至你一个月多钱工资？3500。那你就得和他们还60年啊？还那还不算利息呢？你上银行贷款250万呢，利息又得250，这俩250。加一起就是又一个500万，所以我就给你出一个招，你不妨啥呢？你先活个100年，你再向天再借500年，求求了。那我中1000万不就得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你没事吧？我对钱特别的尊重，没偷没抢，没有。反正一辈子也很短，我觉得我以后随便找个人结婚得了。哎，你说我这样会不会太悲观了？随便找个人结婚，人就愿意嫁给你啊？你这么想是不是太乐观了？但是老弟，没一个好玩意的，我发现。啥话呀？我跟他们可不一样啊，我专情的很。哎呦我的妈，你可快拉倒吧！你最乱，耗到你心里头都得开导航。我现在我不知道你喜欢啥类型的，真的。我就喜欢那又温柔又漂亮，能挣钱还顾家的呗。哎呀妈呀，还得能赚钱能顾家不矛盾吗？老弟，那白嫩的手不能洗碗，漂亮的脸蛋需要花钱，得经常打扮自己，时不时还得给自己买什么皮肤啥的。哎，你这身皮肤就不错嘛。啊，在我身上这一套在德物顶上买的都不到100多，纯棉的这个半袖版型特别好，还有说美式休闲百搭的短裤都是品牌直发正品保障，而且还是男女同款呢。怎么买呀？你就点我评论区，还能抽1000块钱无门槛优惠券呢。完了我还给你买了一双那个安踏的这个草鞋呢，还挺好看的啊，脚感也不错。那呗，你去我评论区领券，给自己买两套像样点的衣服，捯饬捯饬。你俩找对象都费劲呢，一天要求还那么高。你说赚钱跟顾家不能兼得，可是网上很多不是又漂亮又能挣钱还顾家的吗？哎呀妈去呢，你别看网上那些视频了，老弟，那网络顶上都啥样的？哎，会洗衣服，会做饭，会赚钱，会打扮，会顾家，自己赚钱自己花，贴不家贴不你，他还自己靠自己。哎，陪嫁多，彩礼少，生妈呀孩子身体也好，既通情又打理，照顾公婆好身体，美丽不失芬芳，贤惠不失端庄。你说这是理想型吗？这不幻想型吗？老弟，对，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？有，但太少了。你要永远参照互联网，你永远你都找不着。
那多半都是演出来的，都是为了流量，你不得回归现实吗？也是哈，但是主要吧，现在年轻人都太忙了，没有时间谈恋爱。你忙吗？我不忙啊。你不忙，谁告诉你忙没时间谈恋爱呀？哎，就我喜欢的女孩，她就这么跟我说的，她说她很忙。如何看待松弛椅？那屁股也不长痘，也不出油。咱说这脸天天洗，还没有屁股皮肤好，哪个环节出问题了？你搁那脸上套个裤衩子试试。行，双十一给我也买点面膜，我也保养保养。再一个是优惠券，是还有定金满减啥的。再一个姐这玩意儿咋整？省钱呢？不买最省钱。那咱说，那马某人多厉害呀，硬生生把光棍节变成了购物节。哎呀，这本质上没啥区别，光棍节吧是为了提醒你丑，双十一是为了提醒你穷。要我就不爱跟你唠嗑，那真累挺。不行，不买了，剁手呗。妈，人家剁手了，你能剁手吗？咋的呢？你的手不还得留着搬砖呢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他上个月奖金那么多，那老板把大单子都给他了，他挣的能不多吗？这里面指不定有啥事儿呢，我告诉你啊。听到了吗，老板？啊，对，我刚才搁电梯里边，不好意思啊。我说那啥，我说我前两天回老房子收拾仓库，完发现那个十箱茅台，四五十年了，早些年那会老人留下来的，你说那玩意儿是不是都过期了？啊，酱香的。啊，对呀。完，我寻思你不是有一个小货车吗？那玩意儿过期了，我合计你能不能帮我就拉走扔了呗？哪尼？啊，咱都朋友啊，嘉哥，这事好办。啊啊啊！那个，然后王老板还有个事儿哈，那个我们公司那个工程吧，现在我管，然后我寻思咨询一下子。啊啊！哎，再加两焦段吧啊！哎，谢谢王哥啊，谢谢王哥。那行，那我不打扰你了，哥啊。那好嘞，回头打电话。哎，好嘞，哎。好嘞。最难搞定的老王啊！啊，咋的了？不，上次我给他做，哎呀，草率了啊！有些人这个嘴呀、啊，要是太闲了，就去那个公共厕所，把那个马桶嘛挨个舔干净的，做一个人见人爱的好皮揣子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经理呢？你好，我是经理，怎的了？啊，你是物业经理啊？啊，对对对，不是咱小区门口那个杆儿不好使，不灵敏，识别不上号牌，你知道不？啊，对，最近吧总是有这问题，我们这几天就维修了，你们下次吧进不来跟保安说一声，让他开下门。啊，事儿就出在这儿了。嗯，我昨天晚上回来可能是有点晚，我让小区保安帮我开门，他不给我开，他说非本小区业主不让进。我说我是业主，他说那你得开证明啊，你这识别不着号牌，你得开证明啊。我说开啥证明啊，那怎么的，我以后出门还得把房产证贴脑瓜门上啊。不用不用不用。我说那你不让我进，那我就把车就停这儿吧，说谁也别进、啊、谁也别出了。他还听我这么说，他说的，哎呀，你一个小姑娘，我就给你开了吧，但是肯定没有下一次了啊。我们这都不手动开杆的，我们这手动开杆除非那种要死了的人叫救护车进来的才给开。他说，我说有这么说话的吗？咱们小区找保安素质这方面都不管的吗？啊，再一个，小区保安保护小区这个居民的安全，你瞅他土埋半截的人了，满嘴不到五颗牙，啥玩意儿呢？拴了个灵蹄都比他好使。一年物业费不少交，到你们办事的时候可费劲了，能不能解决？能，一定解决啊！放心吧，帅是解决。再一个，这个保安这个素质这方面太差了，天天看着他成给我添堵了。是，放心吧，放心，一定解决啊，一定解决，一定得解决。哎哎哎，好。那他就是不管呗，是吧？我这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哎，怎么的了？哎妈呀，你还在这干呢？啊，咋的了？你跟我说吧。咱的房子不承诺说上半年二月份交房吗？结果下半年七月份才交房，那也就不说啥了。俺们这些业主进去一看，那也不到交付标准呢，那绿化那树呢？在院里种了呢都。哎呀妈，那是树啊！那俺们屯子，我奶奶屯子院子里那葱都比他们几个茁壮。你再说一开始买房子的时候，开发商那个景象是不是？天上飞的鸟，湖里游的鱼，鱼呢？让小鸟吃了。小鸟呢？吃饱了飞了吗？那湖呢？不在院里待着的吗？哎呀妈，那是湖啊！那俺们足疗店的泡脚桶都比他大。你再说俺家啊、哦，
一进屋之后，我当时我就一再问，我说腰线层有没有影响？你怎么告诉我的？你拍着胸脯，拿着你们十八辈祖宗启示，你说没有影响？好家伙，我一进屋，半堵墙，落地窗呢？那你家不比别人家买的便宜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，你怎么满嘴是牙净唠些钉眼子的嗑呢？当初你怎么承诺的？你说腰线层没有影响，好楼层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发现了承诺就像放屁，当时惊天动地，背后苍白无力呀。那你想怎么办吧？那事已至此了，对不？怎么办？俺们几家业主已经联合给你们起诉了。那你还搁这来干啥来了？干啥来了？你是销售经理，当初这房子是你卖给我的，那我得让你下课呀。不是就过了七天就不管了呗？那等于是我们自己。哎妈，你们可真会做生意，真的。Later， 咋了姐？上月买电暖气，一个月就坏了。我跟客服说，我说那个我家电暖气坏了，他说的是咱自己整坏的，说过了七天无理由了，不能给退换了。那咋办呢？你这么的，你上那个他家店铺给我再买一个。质量这么不好还买它干啥呀？七天无理由吗？到货了之后把这坏的退给他。哎呦我的妈。收拾东西呢。哎，怎么你一请假老板就给你假，我请假他骂我干啥呀？行，那挑时候啊，我刚请完假你就去请假去啊，完了还跟我理由一样。那你那理由不是成功了吗？我寻思复制一下。不是，你好有个大病你还复制一下呢？你跟我能一样吗？我说我大姨妈来了，你打我说你大姨妈走了也行啊。我大姨活得好好的呢，你鬼点子多，你教教我呗。你下回吧，你就跟老板说你身份证丢了，你去办身份证去，你看办一次求一次双次套餐，对不？嗯，那老板肯定告诉我，那你周六周日去取呗。那你就说你拔牙、种牙、修牙，你回来的时候你嘴里咬块棉花。哎，那我一天不能在公司吃东西了，这太不严谨了。不是你这请假事儿，那前门不行，你后门，你说你嘎痔疮了，完了你回来的时候你重点那个找到痔疮。嘎痔疮。这个好啊，这容易复发、啊，以后还能请哈、啊。哎呀，嘉哥呀，要不还得说是你呢啊，猴姐猴姐。但是啊，你跟我不一样，我还是提醒你一句啊，你没事别总请假，到时候老板发现了公司有你没你一个样，那你离职就不远了。师傅，火车站多少钱？10块。啊，走。美女，到地方了啊。30。10块呀、啊、我说的是30啊。不是，你刚才我上车之前你说的是10块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你看我说的是10块。30吗？哎呦我的妈。乱了，我俩重新捋一下，从我上车开始咱重新捋一下。啊，行。啊，过来。师傅去火车站多少钱啊？10块。你走不走？你大傻。哎呦我的妈。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，路上有点堵车，谈了一个500万的项目。现在生意都做这么大了，做什么行业？买了个彩票没中。起来动弹呗，你像个院董似的，你搁这咋的了又？我让骗了。让谁骗了又啊？我这不搁网上买的红酒吗？9.9，完事我这回家开瓶一闻，它一股柑橘味儿。不是9.9一瓶的红酒，你还敢喝呀？一瓶，9.9一箱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妈，老弟，我发现你咋9.9一箱，你就拿一箱的红酒瓶子给你灌着狗尿给你邮过来，成本也不止9.9啊，像上回吃那个5毛钱一串的鸡屁股似的，那能不给你拿鸡痔疮给你穿吗？那没有成本，这你发现你占小便宜没够呢，你不是？哎，那要成本都不止9.9，那酒瓶子我卖钱就完事儿了呗，那我也不吃亏呀、啊，你行？你这六月的斑鸠，你是不分春秋啊？这玩意儿跟春秋有啥关系啊？我说你听不懂人语。那酒瓶子到底能不能卖9块钱呢？这是我。
离我远点吧，我看你有结膜炎都犯了，像有病似的呢，你天哪。这鸡巴咋的？妈呀，干啥呢？发奋图强呢？我要减肥，我要找对象，我都瘦3斤了啊，这只是简单的预售而已。你跟我一起减呗，俩人有个伴。我又不胖，我又不胖，我减啥呀？你不胖，但你脸显得大呀。你要再瘦点的话，你脸就能小点。不是你，我是不是几天没呲你，你刺挠了？3天不打上房揭瓦呀？你照镜子，快照镜子，照镜子。啊？你能看到耳朵吗？那专家说了，正面看不到耳朵的就是脸大。哎呦我的妈！哪个专家说的呀？啊，屁道理啊！那老祖宗都说了，耳朵贴脑，富贵到老。说了，好男一身毛，好女一身膘，喜欢骨头那是狗。脸大就没人稀罕我了。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这是福相。瘦有啥用啊？抽筋扒骨的，像那个营养不良似的。那衣服小半码、小一码的，能打8折啊？还是那人死了之后，那骨灰盒小一号的能打半价呀？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你知道吧？好不容易爬到食物链的顶端，那减肥，干饭，订餐。你定吗？今天不你定了吗？我减肥呀。不是你咋嫩尖呢？每次我订餐的时候，你炫的比谁都香。完，今天轮到你订了，你又减肥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三轮给我订餐啊，要不然我把那个 WiFi 密码改了。